大家好，我是如哥，弟弟和二姐都回来了。我今天把这个西瓜全部收了，让他们回来吃。还好啊，全部在这个炕下面吃了。服务员，给进来对吧？啊，把这个弄死。这一笼子这里还不在。哎，一笼子这里吧，一次笼子这里啊。小小的西瓜，人民笼这个，这个也很大。这老哥找西瓜咋个像找个第一次？不知道，肯定里面很红啊。这个温度太高了，我们这里干旱，你看这个藤全部死掉了。这个不过的，过一两个里。我们的西瓜出来喽！好，那啊漂亮啊！这西瓜还是蛮漂亮的啊。全部在山上面。哇塞，真的有一个好大个呢！哇塞，这么大一个，这个是最大的了。接着，这个是最大的了。哎呀，够买的，买的那个一起的一个，还起了谁？可能还有一个。哦，还可以啊。还差到一点。哎呀，好家伙，比你。哎，我要你过来，让人家拍相。哎，两个，只是给我炒肉去。白了走。快点，他不，别这个了，他白走的。嗯，他走毛子。哎呀，哎呀。不带你。我的天，这个毛子都没有。不带过来，不带这。你不是找到等你回来找你了？哪里来？啊哟！好。好。对。哎呦，爹爹了，你现在不吵谁？现在需要去打工了。在炒西瓜。打工完了。有一点。生了后面原来多少斤？心里不好，肚子疼。你啥不来？肚子疼啊？是吗？你啥不来？我。肚子疼要一双。好甜，哇！你这东西好哟，甜。里面几条就炒完，咱一桌。